早上是第三天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领晚上要看烟火节的券，我们等一下会先去水族馆，然后再去看海豚秀，晚上再看烟火，中午会去吃烧肉，对，我已经期待超久了。那边超漂亮，超级漂亮。我们现在要先站位，不要搬到时候晚上来会被占领。现在8:22，我已经期待超级久，它11点开幕，然后现在刚好10点，这间很有名的，才刚开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，这是这一间的。很推荐你们来吃，因为就是肉质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软，然后真的很好吃，它酱那些我也觉得都很好吃，是有点贵，但是真的是很好吃，所以很推荐大家想要享受一下的话真的可以吃。对，我们要先去卖场买东西，之后然后我们就要看海豚秀，对，然后看完海豚秀之后去海边，对，我们就要去刚刚那个的海边，然后我们要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到晚上，然后可能会去玩水，然后玩完水之后到晚上就看烟火秀，然后今天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要等烟火，对，我们要等晚上的烟火。